上这一套开始讲好了。我先讲上衣，上衣呢已经火速卖光光了。好，那现在在追加，所以请大家追加。这也就是今天这第一套呢，其实就是我出门穿的衣服啦，所以会看到里面妞妞搭着自己的一般的穿很久的小背心，好，相信大家都有。那为什么这一件会卖翻呢？先跟大家讲，它的牛仔非常的薄，非常的软，它不是硬的，不是那种硬的，所以现在穿不会很热。再来后面整个都是网眼洞洞的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凉快哦。然后呢，我呢是把它当罩衫，那如果你们想要当衬衫，也可以把它扣起来，或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去比基尼的地方，去海边，你也可以这样子穿。其实衬衫有蛮多的穿法，所以大家可以自行的穿搭。那这一件呢，它本来是长袖，妞妞就是自行卷成七分袖了，卷成七分袖，来，就是卷成七分袖。好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这种袖子啊，其实随便卷就好了。我倒觉得不要卷得太整齐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随性。好，那有喜欢的可以去预购，它的预购期大概是七天哦。前面已经很多人在排单，如果你想在七天就收到的话，就赶快去预定。那跟大家讲，像扣子我就是故意会扣，不要扣齐的，扣就是少一颗，它下摆就会有一点点不规则的感觉，这是一个穿衬衫的小技巧，教给大家。那整个呢，它完全不会闷热，因为都是网眼的。好，再来呢，它是软料的，我再次强调它是很软的牛仔，所以穿起来非常非常合适哦。